是何詠琪 Winky， 咁啊身邊有 Brian， 今日咧會喺接住落嚟嘅時間啦，去到呢個4:30咧都會有我哋帶俾大家啲嘅音樂嘅。咁啊記得我上一次翻嚟 ATM 呢度已經係好似係12月嘅事啦，咁啊農曆新年就過咗啦，咁啊都不厭其煩咁樣，雖然係過咗都喺度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啦，咁啊希望咧新嘅一年裏面咧你哋都繼續咧有一個新嘅開始啊，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啦，咁啊一家人咧團團圓圓和和氣氣咁樣嘅，咁呢個豬年咧一定會係非常之理想嘅。好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咁啊 Winky 今日喺度就先帶俾大家一首比較親情少少嘅歌啦。全为我分秒亦停留。
忘记爸妈，健康身体变差。
傳奇。咁啊，希望你哋喺呢一個新嘅年度裏面咧，都可以好似我一樣啦，咁啊，俾啲勇氣自己啦，咁樣就去揾一個新嘅方向。咁啊，希望你都會喺呢一年裏面咧，揾到屬於你哋自己嘅地方。为何永远放不低？
做。放不低。咁啊，再一次喺度同大家介紹下，今日為大家表演嘅我哋兩個係啦。咁我都有一段時間冇翻嚟 PM 呢度啦。咁啊，介紹一下我自己，我名叫做何永琪 Winky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多少少啊，我嚟自咩地方啊，或者係一啲知道表演嘅一啲嘅經歷經過嘅話，或者嚟緊有啲咩表演嘅話咧，咁都可以歡迎去去 like 我嘅 IG 啦，同埋 Facebook 嘅，咁可以打 WINGKI118 咧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噶啦。咁啊，另外都要特別介紹今日喺我身邊嘅琴手係 Brian， 係啦，咁啊，好耐冇同你合作，咁啊，豬年嘅第一次喺 APM 嘅台上面企喺度，就係有幸請到你嚟，實在太好啦，咁啊。Thank you.
做。愛很簡單，係咁係陶喆嘅作品啦。咁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都中意聽新歌嘅，或者聽一啲新進歌手嘅歌嘅習慣啦。咁啊，我好中意開咗 playlist 就聽下，到底最近有啲咩新歌咁啊，去支持一下嗰個樂壇啦，同埋支持一下啲新出道嘅歌手咧，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最近咧就好中意聽呢一位歌手嘅歌。咁啊，佢就係一個年輕嘅歌手啦，佢叫做 J.C. 係啦。咁就係、是、都係阿 Leon 旗下嗰啲 J 字頭嗰啲嘅歌手啦。咁佢出嘅第一首歌咧係普通話歌嚟，咁嗰首歌很好聽。咁後屘咧就有一首廣東話嘅歌咧都非常之吸引。咁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？咁啊，今日咧都想趁呢個機會去介紹翻俾大家呢一首歌。咁啊，個歌名三個字嘅啫，就叫做《別氹我》。歌嘅企喺度。
一首 JC 的作品，叫做《别氹我》。就嚟一個少少嘅 break 啦，咁啊，稍後喺5分鐘之後咧，再翻嚟見大家，一陣見。